以一个您觉得舒适的姿势坐下，坐在地上，盘腿，或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双手放于膝盖上，后背挺直，抬起下巴与地面平行。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可将靠垫放在您后背作为支撑。在冥想过程中，始终保持脊背直立。如出现不适，可适时调整并放松您的脊背。花点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坐姿。然后慢慢地将您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开始关注您的呼吸。注意您的吸气和呼气。简单的将您的注意力放在您自然呼吸的节奏上，当您准备好的时候。请调整您的耳朵，聆听以下由巴哈欧拉启示的圣言，或有待的陌路人呐、啊，我用全能之手点燃你心灵之烛，莫让自我和激情的逆风吹熄。对我的念记可治愈你所有疾患，切莫忘怀，让我的爱成为你的财富，珍惜它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那样。或有待的陌路人啊，或有待的陌路人啊，我用全能之手，我用全能之手点燃你心灵之烛。点燃你心灵之烛，莫让自我和激情的逆风吹熄，莫让自我和激情的逆风吹熄，对我的念记可治愈你所有疾患。对我的念记可治愈你所有的疾患，切莫忘怀，切莫忘怀，让我的爱成为你的财富，让我的爱成为你的财富。珍惜它，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那样。
珍惜它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那样。或有待的陌路人啊，或有待的陌路人啊，或有待的陌路人啊。我用全能之手，我用全能之手，我用全能之手，点燃你心灵之烛，点燃你心灵之烛。点燃你心灵之烛，莫让自我和激情的逆风吹熄，莫让自我和激情的逆风吹熄。莫让自我和激情的逆风吹熄，对我的念记可治愈你所有疾患，对我的念记可治愈你所有疾患。对我的念记可治愈你所有疾患，切莫忘怀，切莫忘怀，切莫忘怀。让我的爱成为你的财富，让我的爱成为你的财富，让我的爱成为你的财富。珍惜它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那样。珍惜它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那样。珍惜它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那样。请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，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。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，慢慢地适应您周围的光线。
当您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将完成这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至15分钟去回想刚才您读到的巴哈乌拉启示的引言经的内容，并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您今天的生活之中。